我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。我老爸居然把这个煮过牛皮的汤拿来盛起来，他说明天会盛那个冻，他要吃那个冻。还盛到不？好了，卤了一晚上的牛皮，咱们来看一下成果。我也是醉了，怎么是这个颜色啊？全部把它捞起来。啊，好烂！难道是我酱油放多了吗？我先尝一块。好吃。就是太咸了，再煮它一下，剩下的牛皮就没加香料，直接煮上了，一夹就烂了，就搞一块来吃吧。太烂了，哎呀，全是胶原蛋白，花椒粉、辣椒粉、葱花，好了。这个水煮牛皮和卤牛皮放在冰柜里冻起来，这个水煮的看起来好看一点啊。红油、酱油、白糖、花椒粉、醋、蒜末、蚝油、凉拌牛皮、葱花、香菜。怎么样味道？多个饭店排就没这个麻辣的了，他们吃了不吧？对，没粉味吗？对哦，那是着重味精。是个，没粉味精，这不粉的味精呢？味精吃了不好。那不好。我就是这个。那成冻，我进了家。尝一下，你尝这个皮皮，有夹心。那时候卤出来是，还很啊，这味道有淡，再加点酱油，加点味精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，加，不，加点酱油。哎，不要了。你的不是吧？不是，有点淡。好。是味精。因为刚开始在煮锅的时候，我感觉那个干儿就化下来了，我觉得好怕哟。到底煮了就是酸酥的，那就不得了。倒点醋。好了。结果还是要凉拌。好干。喜欢吃醋。哎呀，快。你烦我。Q 弹 Q 弹的。这个好吃吗？好吃。干，吃成猪皮噻。可以。还吃不出牛肉皮。这饭里还有骨子哦。骨子最香了噻。你打的啥？你要骨子打的，你说有骨子没得？这个卤牛皮已经很淡了，以后可以拿来红烧，肯定很好吃。红烧好吃。哎，还是，这个汤都好啊。我吃我们的羊吃的。我刷了一次，刷了一下子。很刷。哦。我说的刷上就刷上呀，半分钟。真的，超香。啊。